妈妈在一旁好言劝说，男子就是不听，看到远景像吃了炸药。竟然要找警察单挑，男子醉言醉语，远景已经听不下去。遇到身材健美的壮汉远景，男子被压制，根本动弹不得。原来他喝醉，跑到女友家砸机车，还装作若无其事喝酒，看到远景就抓狂。而台南也有一名超狂醉汉。哎，我只是也袂歹啊，你是要创啥？我听啊，听啊，喝醉竟然睡在马路上，远景好心叫醒他，却被飙国骂。男子完全失控，看到太太出来关心，竟然打太太出气。太太被打到脸颊红肿，远景阻止，也被推倒在地，鼻梁受伤。我就鼻梁那里啊。男子喝酒抓狂，接连打伤太太跟警察，被警方压制带回侦办，酒醒后悔也来不及。记者台南高雄综合报道。